有个人从一个寒冷的北方国家旅行来到了温暖的南方。但是到了晚上，太阳一下山，整个城市又开始活跃起来，那个人甚至连他的影子都充满了活力。哎，怎么回事儿？这音乐是从哪儿来的？也许我的影子可以过去看看。你去那边，对，赶快去，然后回来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。这位贵客是谁呀？我猜就是，你一定认不出我来了。我现在已经有了身体，穿着衣服，像真正的人一样了。我是您过去的影子呀。啊，这可不是。快快请进。对面的房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看见了什么了？快快告诉我。当我从那里出来的时候，您已经离开了那个温暖的国家。作为一个人，我觉得自己的样子很丢脸，我需要靴子，我需要衣服，以及一切人所特有的东西。好了，我现在要告别了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我住的地方总是朝着太阳，下雨天我总是在家里。影子又回来了。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不理解您，正是因为这个，您才生了病。您应该出去疗养一段时间。我今年夏天就准备出去疗养，您愿意一起去吗？我正想有个伴儿一起去。我是没有影子的，也许您愿意作为我的影子和我一起去。他们就这样一起出发了。起来。